我想晚会进行到这里呢，全国的所有观众朋友们都在期待着一个人的出现，他是谁呢？没错，他就是赵本山。是的，在我们的期待当中，本山老师今天又一次来到了辽视春晚的现场。水是有源的，树是有根的，本山老师来到家乡的春晚呢也是有原因的。本山老师曾经说过一句话，艺术家呢要对土地有感情。特别是上次生病之后呢，他也得到了许许多多的牵挂和祝福，让本山老师一直是心存感激。于是术后一个月，他就对媒体承诺，只要身体允许，就一定要上春晚。在这里呢，首先我们要真诚地感谢一下本山老师，谢谢他20多年来对我们的陪伴，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多的欢声笑语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就掌声有请本山老师给我们带来小品。星光大道那个毕老师来了，那什么，我儿子田华呢？接他去了，搁村口。接他去了。啊、那个叔，那什么，你帮我忙，你先借我10000块钱。干啥呀？等一会儿毕老师来了，趁这功夫，我好给他顶上啊。这没用的事儿、啊。没用，你顶啥呀？能要你钱吗？他不要是他的事儿啊，咱又不表示，那不咱们差事儿吗？你别那么大个主持人上咱农村来了，夸下收你10000块钱，你咋想人家的你？他不要不就更好了吗？不要到那我就拿晃一下子，我就拿回来，咱人情也交了。你这心眼子，行，正好鸭蛋给我拿回10000块钱了，我借你啊、哦。嗯，这个钱他如果收了就算我的，好不好？叔啊，太谢谢你了，用不着。你说到时候用这事儿，我怕耽误孩子前程啊。没事，行吧，到时候来你比划一下子吧。嗯，也是白比划。叔，你说这钱是我给呢，还是孩子给？你交代儿子，让儿子给。啊，那好，趁他注意。爷、这毕老师来了。哎呀！哎呦哎呦哎呦！哎呀，哎呀，老哥老哥！哎呦我的妈！谢谢。那个刚下飞机哈，一年多了。啊，对，一年多了。挺好的是吧？挺好，挺好，挺好。你气色挺好啊。哇，气色，家里都温暖吗？是，地球都变暖了。你家长一年辈是吧？都当老爷了。是一年，是连我爹都喊我老爷。来来来，叔叔，好好好。我们去接你一下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不用客气，老哥。嗯，怎么了？去年怎么了？那得场大病啊！啊，怎么悬透了？搁上海。哦，我都去那边了，走半路，人家通知说那边不让演小品的来，说是缺主持人。我去。我到那边主持节目，完了您去给我当嘉宾好不好？来来来，是热吧？啊，对，屋里是热。衣服脱了，安排。挺好的是吧？他不是他热，他是厄尔尼诺效应啊，他这个气候啊，他整个一说，顶上了啊，顶上了，顶哪去了？顶兜里了。我他看着了没有？你干啥呀？他得让他看着我，你那不白顶了吗？等等，咱想到，哎，那干啥呢？他说我不抽烟。那啥，那是不是有点冷呢？啊？你怎么一会儿冷一会儿热的呀？没有，你这天儿啊，这东北现在冷啊。我这屋里，你看你这都走冒汗了，那什么？你把棉袄拿来垫屁股上，看看兜有啥趴下的吧。来来，哪有什么趴下的？这动那什么？哎呀，这什么玩意儿？这钱，指定是钱。钱。哦，哎哎，毕老师，这个这个，谢谢，你帮我装着。哎呦，我真不知道啊，怎么？你等着，老哥啊，我打个电话。那个毕老师，等着我打俩呀。喂，喂啊，我媳妇儿，我，
你看你走那点事儿，你那么10000块钱，你不知道往哪放？我找着了，找着了，在那外衣兜里头。好吧，好，我到了，到了，这么这么说啊？就我媳妇的电话啊。收了，哪收？妈妈收了这。那个，你说什么呢？给媳妇打电话啊？对啊，不说别的了啊，就说不是到我这儿来吗？咱不说看一个那个。那个孩子说他有点本事，林蛙，哪呢？林蛙是蛤蟆，叫田蛙。我还忘给你介绍了，哦，这是田七。啊，那他爹，田哦，他爹啊，啊，他爷俩，田鸡，哪都跟你俩名都跟那个蛙类叫上劲了，是吧？不是，他叫田娃，啊，这是田老七，这爷俩全都是人类的好朋友。这个你要看看呢，是有什么本事？别看了，没用。怎么没用？就是就行，他也去不了北京。去得了，去得了。只要行，星光大道就需要演员，需要参赛选手。不是老穷了，去钱路费都是问题呀。哦，经济上比较拮据。哎，因为现在还有机会呢。哦，这刚拉的。不用了。我呢，其实我带了10000块钱，我先给垫上，我路费，快回来了吗？我说去了回去前你把那个发票给我就可以了，好吧？那没事，那行，看吧，放心大胆的，来吧，看看有啥活。那什么，那什么，那个，别老激动，立正了，给那个毕老师先来点那个简单的，先热热身。这需要热身吗？是吧？啊，那先热身，咱们一会儿。哎，我靠！不是你这孩子现在折的怎么不那么立正了呢？折的，就是能来点连串的。快！我太厉害了！你们是来点高难度的，来，上！干啥呀？什么玩意儿？哎呦！你看，那上哪里？啊！哎，别人三，别人下。哇，这翻这么高啊！哇！哎呦我的妈！哎，大兄弟，你怎么上桌上？我上了。不用了，不用。你的本事太大了，你啊，本事太大。你这招你跟谁学的呢？不是我这本事还不算大，这都能翻译。我跟你说，他就一下生那天啊，我跟你说，我就问大夫，我说生的姑娘小子，大夫说没看清啊，一生下来就上树了。你别插话，你跟拿下来，你把那凳子拿那干啥？你那吓着人家，你是还要上那翻去？你告诉我，就是天赋。跟我爹学的，这功夫都属于跟我学的。大兄弟，这您有功夫啊？啊？什么话呢？说的？这你那什么？我也有功夫。哎呀，这！老哥，赶紧吧，拨电话120是多少？来。老七，你说你都多余点事儿，这么大岁数抻啥呀？这人生就好比一架飞机，不在飞多高多远，关键是平稳着陆。起来了不？啊，起来！起来了。你别说，你也可以，也可以啊，也可以啊。主要是气质。哦，这还气质？不是，您这两下子跟谁学的？我是跟我爹学的。他那祖辈传，他爹更厉害，他爹是从房上往下翻，哦，死的老惨了。那个，像我们习武之人，避免不了有磕磕碰碰。不是，你这还是磕磕碰碰啊？哦，好了，不说这些。他爹还会主持呢。这老哥，你真幽默，我发现老提我，他们就是说他。那个歌那么些，给那个毕老师那个，唱两首好不好？能唱歌啊？需要的就是唱歌，好吗？你都能唱谁的歌？好吧？你愿意听谁的？小沈阳的歌你行吗？那唱不了。调太高上不去是吧？
他那太低，压嗓子我。叔啊，弄那个中国歌，我看就别唱了，他使不上劲呢。你这样，咱们来外国的，国际那个三大男高音，斯瓦辛格的，来一段。不是，那是谁？那是萨马兰奇。你别扯了，哇哦，这是阿凡达了，不，那个那是帕瓦罗蒂。对，来帕瓦罗蒂的，快点。那个正经唱啊，好，年龄大了，没事，别紧张。妈呢我走了，还要别来呢。太高了，你看。那个，这回让我儿子再给毕老师献上一段海螺音。海螺音，毕老师他说错了，那叫海豚音。哦，海豚音。对，就俄罗斯那个维纳斯唱那个。维塔斯，维塔斯，来，是冒汗了，孩子都，别紧张，这都是家里人，你坐看。没有音乐，那个啊，那谁，这回你把你家那迪迪威还用一下，迪威迪还迪迪威，你可得整的吓人倒怪的，还迪迪威用一下子不活了。老哥，人家唱歌，您在这干什么？扮演海豚呢？这海豚你怎么了？这抽了都？不是，它疼，它不疼能这么叫吗？怎么样？我这个就是海豚在抒发的个人感情。苏格兰风情。怎么样？还想听啥？所有乐器全会。好了，还有个乐器啊！啊，你别动了，不，足以了，老哥，够了，吹一段喇叭吧。不用，别吹了啊，足以了。你呀、小伙子，叫田娃，田娃，你就等一下，过了年之后去北京，好不好？那谢谢你，毕老师，好吧？你干啥呀？我就先去到乡里去。不，你儿不在这等我吗？那文化站还有点。他定去北京了。去啊去，过了节就去啊。咋去啊？坐飞机呗，咋去啊？飞机随便坐呀。飞机买票不就完了吗？不是，刚才你忘了，就买票困难。我知道，。机票钱是吧？有那。那个就这样，那个一个人从这儿到北京往返2400-4000块钱就差不多了。不够。完了之后回头你把发票给我了。不够。咋够了？够了，绝对够了。我俩是组合。不，他爷俩组合。爷爷他能去吧？那没去过北京。我说星光大道这么多年了，没碰见爷俩组合呢。那八千，好吧？那不用查了，那是10000。哎，你怎么知道10000呢？我不去了。
你这样，你8000块钱你们俩路费啊。老哥想跟您说一下啊，你看这一年你为星光大道操了不少心啊，咱哥俩这感情你也知道了啊，我本来想表示一下，来匆忙没法表示，还有2000呢，老哥你随便买点啥都行吧。回来了，你去吧，那个我儿子他们等你，你吃饭去啊。什么回来了？我说那人都回来了。好，我先走了啊，我抓紧时间。哎呦，你妈！再见啊！没得用啊，看着没，多好事儿，事儿也办了，钱也回来了。哎，这两天啊，啥玩意儿？这不都我的吗？不是，这8000是给俺俩路费。不是我，这不你跟我那拿10000块钱吗？啊，对呀。你拿那10000块钱，那什么让毕老师收了吗？收你不说算你的吗？收完了。你装啥糊涂？这不眼瞅这信封都是我的信封，信封可以给你呀、啊，这信封。那我钱呢？你钱那他不打电话那会儿不掉地吗？完我说，哎呀，他肯定兜里还有10000块钱。是搁他呢呢，你赶紧去把这事给我挑开去，快去！这事我没法去挑，俺们这都定完的事，我容易我俩去挑，不得把俺俩挑下来吗？孩子，你去撵毕老师去，你说这整差10000块钱，哎，也不用撵，毕老师回来了吗？都，老哥，你跟我玩游戏是不是？就发现能力了吧？我跟你说，我来的时候确实身上揣了10000块钱。已经给了他了，我怎么还有10000块钱？你们俩在嘀咕什么东西？没有，他呀、啊，刚开始啊，说他要给你表示表示，这家伙说你来了，给你拿10000块钱，怕这事不准上，完了表示掉地下来，完你误会了，你以为自己带就揣走了，那赶紧收回来吧，也不能要。那这样吧，那10000块钱那是你的，这是我的，好吧？来，毕老师，大兄弟，什么意思？啊，你拿着，我跟你收了啊，这钱。我跟你说，你要不收这钱，我跟你说，我们爷俩没法出这屋。你要真不收。你干啥玩意儿？毕老师，你这不说呀？你逼人家犯错误呢？人家能收你那钱吗？这整没用。他不说，我心里能有底吗？我收，我收下。这10000块钱，我留着。不是你真收了？大兄弟，如果去北京，你们是第一次去吗？哦，我第一次去啊。长城去过吗？长城没有。颐和园去过吗？幼儿园去过呀。不是，长城、颐和园还有鸟巢啊、水立方啊，等到星光大道录完像之后呢，你们可以去旅游一下爷俩吗？那得需要盘缠呢，需要旅游费啊。这是我的意思，好吧？拿着。行，我领他们去。那我给你去。不是，那时候我能找着。谁孩子？那就老爷。那我就是，老爷，叫什么？一年了还叫老爷啊？太老爷。老师，这样好。都，你儿子等我了，好吧？哎呀，这是个你。说，哎，你说这10000块钱要旅游，我省点花能够不？我的回来了，这钱还不明白吗？还花啥旅游啊？不是，我发现爷们你怎么见钱就要呢？人家是属于给俺俩旅游的钱，人家心多善良啊！人家你咋装糊涂呢？我不跟你俩说，来来来，孩子，你看明白了，你得说说这钱到底怎么事。你我看我爸给我10000块钱，10000块钱给毕老师顶上了，毕老师又顶我爸一下，他俩一顶一顶平了吗？那我钱顶哪去了？你钱，你。那不给你2000块钱吗？我刚开始给你爹拿走10000，你看着没啊？那我不知道。为什么呢？我认了，行不行？我认了，这个事儿就这样，行吧？那个不管咋地，我拉上你孩子搁这培训一年了，毕老师要不认识我也不可能上这来，你是不是应该给我顶上？爹，你应该给我爷顶上点。叔，你那这么说，那么的，我就少去一个地方，我就给你扔200块钱。你上哪去？那我成功的吧？什么玩意儿？你说这是？我爹头回这么大方，给我都1块1块给。那
那我回去了说啊。你给我站着。你这样，那个啊，嗯，这你帮我捋一捋，我这10000块钱怎么比你爹死的还惨呢？怎么回事呢？你从他们开始，你从进这屋跟我借钱怎么借的？你来，你从头捋一下子，好不好？就是帮你找找这钱呗、啊。对对对对，我来前我那个我是不是跑着来的？那你给看吧，怎么个过程来？我怎么就找不着呢？我钱整哪去了呢？你看我是不是搁这俩上来的吧？对不对？对，我说叔啊，我说那个老毕来了，我儿子呢？接他去了，接他去。我说叔啊，你借我10000块钱呗？你干啥呀？我给老毕表示一下子。人不能要，他不要，那是他的事儿，你别因为这事儿耽误我儿子前途嘛。你这么的，他如果要这钱，就算我的，行不行？对，你说完这句话，完我你确实这么说的，完了你就借我那么钱。搁哪借的？搁这抽匣里拿的吗？嗯。钱呢？钱就是这、哎、这在这里搁的，完了你给拽出来的啊，嗯，哎，完我说叔，你借我10000块钱啊。不借。太他妈可乐，爱上哪借上哪借。不借呀，啥？不对，你才刚你是借我了呀、我现在不借了。这借钱的人太不准生了，差点没给我忽悠走了。还借，谁来也不借了。你该爱哪借哪借去。不是问题，你怎么还没演完，还得往下演呢？没演完，那演不是这个钱，这是老毕那钱，那是这个钱，来，咱重演了。爹呀、啊，不能演了，再演咱这钱也没了，赶紧回家吧。没演完呢，你别演了，走吧，赶紧回家。我拿走，这。跟我俩扯呢，你还差点没扯着我10000块钱。来吧，让我们把最热烈的掌声送给本山老师。谢谢，谢谢。